Melody， 他马上走。Melody， 不好吃吗？要抢他又要。对啊。Melody， 慢慢享用。吃不吃 ？Melody 不吃 ，Sammy 要吃掉喽。哎呦，在吃。Melody， 这两只虎视眈眈。Melody 好乖。好不好吃？没有人要抢你的啦。我们看起来很害羞的感觉。才不是，他在里面是女皇哎，所有的狗都要听他的。毛毛。不可以过去哦，他会凶你哦。有没有听到？要被姐姐骂哦，姐姐吃东西的时候不可以过去哦，哈。她吃得好慢哦。好优雅哦。对啊。一个人在那边，哈哈哈哈，你看他一脚，OK 啊，OK 啊。